看见他，我非常的想跟他亲近亲近。哦，你打算跟我亲近亲近？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怎么讲？从一个方面来讲吧，我们俩得算是同行。哦，这么一说，你也是演员呢？嗨，您有点太客气了。演员这个名词太高尚了。哦，我担当不起。是是是，我是艺术家。您不太会聊天啊？怎么了？演员担不起，你是艺术家呀？这不实话吗？不是，我都没听说过，哪儿来这么个艺术家？名片上印着呢，我就是艺术家呀。好，那我们管不了了啊。这是哪一个专业的艺术家？我呀，我是唱国粹的。啊，名副其实啊。是国粹这么说是京剧啊？对，哦，唱京剧的，名片上都印着呢啊，著名大个国粹表演京剧艺术家。我都没听说过，还得大个的艺术家，哎，就是我，我是腕儿，这个没听说过呀，没听说过我。这么说吧，先介绍一下我的身世，应该的，我是正经在京剧科班里头做过科。哎呦，啊，要能说出科班来，那您可确实是内行。那当然了，啊，过去有个傅连城，您知道吗？哎，别人不清楚，我可清楚。您说说，现在啊，学京剧都是上戏校，想当初都是在科班。傅连城出了特别多的角啊！太对了，是就在那科班。你等会儿吧，你说的可不对。怎么着？这个科班很有名，但是解放初就没有了。是，一共原先设定了有十科，后来成立了七科，往后就没成立。对对对。实际上那是您不知道戏情哦，后来他转入地下了。这个学京剧还得地下偷着学，偷偷摸摸学。哦，哎，后来又建立了几科。哦，这个不太清楚了。你都知道啊，喜连复盛世，元运庆生平。哦，这是最早的计划十科。后来改了。喜连复盛世，元运庆祝德云社成立15周年。哦，这是科班的孩子啊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我应该去谢谢他们啊。对对啊，没想到这么个意思。我就是最后一科里出来的。那你就是年科的。年字科的。年字科的。我问问你啊，凡是科班出来的都得有艺名。没错。我叫年糕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支持我们，谢谢。可以了，可以了哈。怎么了？哦，你叫年糕啊？年糕。哦。哎，连上我的姓，我叫郭年糕。这个名字听着很黏糊啊，很黏糊。没错，您看过去我们在这个戏班里，它有排名。是。每年年终有这么一次测验。那叫考核。啊，排名，你看，好比说马连良，他要考一第二，那叫名次排在前头，叫二马连良。考第二吗？谭富英考第三，三谭富英，哎，以此排序。我呢，九战第一。哦，每年都是第一。我叫一锅年糕。一般都是一锅一锅的出。对对对，哦，他们都这么称呼我。是是是。啊，而且也遭到了业内同行的好评。哦，好评还叫遭到？哦，反正就他们夸我。你看，像这个谁，阿梅，这小梅是。张惠妹，没听说过。阿梅吗？唱京剧，过去有一个唱京剧的，唱花脸，哎呀，大胡子，梅兰芳，您知道吗？等会儿，胡说八道。怎么着？梅先生京剧泰斗，人家是唱旦角的。旦角，哎，就是他，他儿子，小梅，阿梅。你这个话说的可太大了啊！怎么了？他儿子也是京剧艺术家梅葆玖先生啊？对对对，小九吗？小九，啊，你要出去挨了打，你可别说认识我们啊！哎呀，说这个郭年糕老师这个京剧艺术，哎呀，炙手可热呀！哎呀，香糯可口，特别的好。啊，这是两回事儿。炙手可热指的是刚接锅他就下去抓去了，香糯可口那是吃了一口了。您这人说话怎么这么讨厌呢？你句句说的可都是卖年糕啊！我在陈述事实。好极了。还有像什么孟广禄。哦，京剧名家，他也夸我。哎呀，说您这听您这个京剧啊，就好比好些个红豆向我砸来。哎，啊，对，有豆沙馅儿的，还有枣树呢。啊，都这么高兴。好好好。但是我久战江南，少来华北。哦，经常在南方演唱。没错。南方人喜欢吃甜食嘛。哎，北方人也好吃这玩意儿。所以我决定上北方发展。哦，也到北方来了。无论是天南黑北，哪儿的京剧演员，
到了这么一天非得上北京，为什么？这一天是我们京剧演员共同的节日，京剧节。哦，京剧节。当初是设定在农历五月初五。哎哎，我们回北京。你等一下，京剧节。等会儿，五月端午怎么是京剧节呀？那是端午节呀。我们一块儿过。哦，一块儿一块儿来。头回听说。哎，上北京来吧。嗯，要说人出了名，最怕的就是狗仔队。哦，有人偷拍了。一到北京，刚下飞机，哎呀，这报社记者来了。哎呀，咔嚓咔嚓一拍。当天上报纸，我不希望这样。是是是，直接上了《食品卫生报》的头版头条。哎，别说了，我心里也不高兴。行，你别，跟高兴不高兴没有任何关系，是吧？这个名家出来，最起码跟文化有关系的报纸，你这怎么《食品卫生报》？说明咱影响力大，什么报纸都得报道咱。给他们都粘过来了。一正经哎。一锅年糕，昨日抵京。哎，这送货来了，这是上北京来了。到了北京，先要去拜访一下我的师叔。哦，您这个行业里面还有师叔呢？那当然了，都是正经学出来的。不错，甭说我师叔是谁，嗯，说出他这个地名来，哎呀，把您吓疯了，知道吗？就说他住这地儿，我就得吓疯了。那可不，他就住在北京京西北悬平坡下坎儿，这个地名叫胡岭。哎，行了，住在那儿。别咬牙切齿的，一会儿馅儿出来了啊！你要骗年轻人不知道，你要说我可知道这。怎么呢？啊，京西北悬平坡下坎儿那个地儿没有唱戏的，那儿出卖粽子的。你这人说话没意思了啊！嗯，没意思，都是卖粽子的吗？都卖粽子，谁买呀？哦，他在那儿隐居。况且说我师叔这个名字您听着他也不像是卖粽子的呀。他怎么称呼？复姓江米，双名小枣。这不一样吗？这不是。不过你这么一说倒是讲理啊，你是年糕他是粽子，可不是一针下来的吗？不表亲辈辈亲。嗯，行嘞，上这儿来吧。啊，刚一到北京，你想报纸登出来了，嗯，北京戏迷也知道了。哎呦，哎呀，一听说怎么着一锅年糕来了，哎呀自发的啊，上街找我去。后来这么些人买切糕啊。哎，年糕年糕，我们要年糕。当当当当当。哎，对，没有年糕。这当当当是什么意思？这手拿着盘子，这手拿着勺。当当，哎呀，带着家伙出来的。我们要年糕。我们哎，还没有呢，还没有呢，是吧？快走了，非要喊。嗯，我一看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这么些戏迷都要求我演出啊，得了，我就演了吧。哦，演吧。选了这么一个好地方。嗯，北京建国门附近有这么一个剧场，叫长安大戏院。嚯，那可是顶级的唱戏的地方。不叫事儿，演出。哦，哎，自己写海报。自个儿写海报，拿起笔来。哎呀，海报铺好了，这觉得太水了啊。嗯，还是毛笔啊，添好了笔啊。嗯，大家好。哎呀，哎，仨字。嗯，我就是著名大个儿国粹京剧表演艺术家，我叫一锅年糕。哎，这老忘不了，大伙儿可以称呼我高高哈。嗯，哎，还有昵称。嗯，谢谢大家伙儿啊。过些日子呢，我有可能在这儿给大家伙儿演出。哎，这儿你听这词儿。嗯，啊，如果我演得不好，我要不卖力气，我就是小狗子。这叫什么海报？这叫写。客气啊。你看哪个海报带启示的，是吧？我是小狗子啊。谢谢大家伙儿鼓励。嗯，还真客气。好，签名一锅年糕。哎呀，底下啊，嗯，票价1000。哎呦嚯，括弧不分前后排。不是，不分前后排，1000块钱张票，来了这儿就1000。好家伙，进门就1000。哎呦，哎，票价1000。嗯，不分前后排，白糖奉送。哎哎哎，这对哈，这对，这没这个吃不了这年糕。您这没意思了。怎么呢？人得喝茶放点糖。喝茶放糖，有喜欢这个的吗？这场戏完了得出多少糖尿病啊？知道吗？白糖奉送。嗯，海报弄好了，放大缩印哪儿都贴。哎呀，哎呀，街边都贴好了，可了不得。地上铺着，柏油路上铺着我这海报。哎呀，非压碎了不可呀！知道吗？都是，嗯，高兴。嗯，太好了，就这消息一传出，嗯，全中国戏迷轰动了。哦，都要看您，都得过来看。是上海。哦，那个戏迷想来啊，京戏的窝子，飞机票火车票都卖空了，那怎么来呢？来不了怎么办？嗯，把家里那个澡盆拿出来扔在黄浦江里，拿两根拐棍，这个上海人实在是太爱看京剧了。看京剧啥？上北京找我来。来吧，武汉。嗯，武汉想来怎么办？买飞机
啊，买飞机，或者买飞机都闯进去，哗，都运到北京来。哎呀，可太有钱了、啊！一夜之间，武汉城真空了，嚯，没人了，全出来了。哎，没人了。嗯，天津，天津上北京听戏来，离得近了。京津唐高速堵死了啊，都不开车啊，大伙儿走着来，都走着来。好、啊，这逃难来了，这是堵满了，堵满了。那。那哪儿？西安。哦，西安，陕西西安、嗯、也想来怎么办呀？怎么办呢？没有任何交通措施啊！这个，哎，家里有那个土炮哦，土炮拿出来，人闯进去，后边一点火，蹭！哎呀，都发到北京来！嚯、哦，听着，这是国粹的力量，大师，嗯，也是我的力量，嗯，都到北京听我演出。这帮人没见过年糕，知道吗？还没开票呢啊！我演出有规矩 啊，演出当天才开票，当天才开票。那当然了。哎呦！开票前一个月，大伙儿都到北京了，啊，建国门外就那跟前啊，啊，都是搭的一个一个小帐篷，跟难民营似的。哎呀呀呀！都住在那儿、啊。我跟我师叔一看这，哎呀，我于心不忍呀，啊，赶紧搀着我师叔挨个道谢。你看看，哎呀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挨个谢。哎，谢谢您，谢谢您看见没有？那边啊，我们给您预备好了，这是吃的东西，有水 啊，您饿了上那儿吃、嗯，渴了上那儿喝。是，这边是创可贴，哎，有点什么小伤啊，您拿创可贴试试，行不行？想得周到啊！正在公园过来一小伙子，哎呀，这个郭先生，您、麻烦给我拿个创可贴。哦，行，你等会儿啊，给创可贴。什么事儿啊？我妈吐血了。哎，我这管不了这个。那大混蛋，那堵不住，堵不住。冲跑了吧？我得看看看看。跟着他到了他母亲跟前儿，嗯，再看老太太瘦的不成人样，哎呦，躺着动不了了。老粉丝啊！哎呀，我说大妈，您怎么了？您是啊？哎呀，我就喜欢过年糕啊！哎呀，这老太太这为年糕馋成这样。喜欢他呀！哎呀，我儿子也喜欢呀。嗯，为了过年糕，我一辈子没结婚呐！我这还这儿子哪来的？这是，这个不用管 啊。这人关系在这儿呢。嗯，我看着心里高兴啊。哎，挨个的慰问，每个人都得握手。呵，说着说着话，就走到了长安大戏院门口。到了，高兴是看着大剧场。这过一个月，我在这儿演出。正看着呢，一琢磨不对，嗯，我那海报哪儿去了？哦，海报掉了，我都挂在门口啊。是啊，它放哪儿去了？啊，找找吧。哎，这地上有一团卷起来的纸，这谁的呀？是你的吗？打开一看啊，这不就我那海报吗？哟，还写着票价1000，白糖奉送呢。哎，除了我，没人写得出这词来啊。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还没宣传出去，他给我撕了。这是谁干的？这是不行，进去找经理去。哎，问问戏院经理。推门进去，噔噔噔上二楼，到了经理办公室门口。嗯，我当一脚就给门踹了，真横！推门进去，嗯，直往地一拽。嗯，哎，说你呢？凭什么给我撕了？哦，再看经理，当时站起来了，脸都红了，太臊了。哎呀，住下！哎，哎，行了。还是真客气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哎，行了行了，要这样就别踹人门了啊！当当当！啊，重来吧。我能进来吗？哎，我用这客气劲儿，哎呀！你怎么给我这撕了？问问吧。什么？那个，我们决定换别的了，知道吗？我们来一个更加能赚钱的。听说这个天桥德云社有一个于谦儿，他在我们这儿办烫头展，知道吗？我都没听说过。烫头展啊！于老师好烫头，上长安大戏院烫的。哎，烫头展，看他这个，不看你看他，不看你，不看我。哎呦，当时给我气的。那是。一摔门，我走了。那、得了，不在这儿演了，爱演不演，换地儿了，上别地儿去。嗯，东四十条。哦，有个保利剧院，不错，那儿也行啊。可以。奔那儿去。嗯，到那儿一问，人家说也不行。哦，人那儿正最近放一些个比较有意思的艺术。什么高跷啊，秧歌啊，二、人转是吧？庙会挪到台上去了是吧、啊？他那是不行，怎么办？找来找去，找到了天桥北京德云社。哦，老剧场。上那个剧场演去吧。嗯、得了，上那儿去。嗯，重新啊，还写海报。哎呀，嘿，大海报啊！哎呀，大家伙儿，哎，写还这出呗，这还是挺好。哎，不卖力是小狗，行了，行了，知道了。我们看过一回了。小帽子也行。哎，行了，行了，什么都行啊。写好了又贴出去。嗯，观众赶紧吧，集体转移阵地，挪吧，带着帐篷呼啦呼啦都奔天桥去了。嗯啊、哎呀，就这么会儿功夫，虎坊桥那人都站满了。啊，都是人，都是人啊。哎呀，高兴吧，就这么着，到了开票那天，怎么样？早晨8点钟开票，刚开票5分钟，300张票。全卖完了，德云社剧场啊，人少，就能坐300，都卖干净了。哎，我心里高兴啊！是是是，正美着呢，
又来300人，又来三百人。哎呀，我们要看郭年糕，我们喜欢一郭年糕。哎呀，我们要看他，要看他。哎呀，这是好吃年食的实在太多了。剧场经理没有办法呀。嗯。哎呀，您这怎么办呀？您打算啊？我们就喜欢年糕，我们就年糕，我们必须黏黏糊糊的。哎呀，行了，就好，放下啊。过来了，我带着玩来了。这剧场经理没办法了，那座票都卖完了，要不这样吧。您买站票行吗？就椅子旁边那个过道那儿站着行不行？行，我们喜欢年糕，喜欢年糕。我就哎呀，站着也行。进去，站着听。哎呀，300人进去了，300人刚进去，又来150人，又来这么些人。哎呀，我们年糕啊，就哎呀，年糕呀，哎呀，高兴。这150人也是吃点别的不行吗？剧场经理也说了啊，这个实在不好意思，你站票都买完了，就是啊，坐票站票都没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啊，我们您说怎么办？要不你们买蹲票吧？不，等会儿吧。什么叫蹲票？您看啊，两个人站一块儿，肩宽腿细，是这中间能蹲一个，就蹲一个，蹲票，这还要钱吗？当然要，票价1000，蹲那儿也1000，连站票都1000，这不受罪来了吗？这不是分前后排？哎呀，蹲票，哎、这150人也送进去，嗯，刚进去又来300位。哎呀，年糕啊，年糕在哪儿啦？哎呀、啊，上超市看看去吧。年糕啊，哎呀，年糕哪儿去了？剧场经理出来了。哎呦，您这要干什么呀？我们得看他呀，得看他。嗯，这玩意儿你蹲票都卖没了，就是怎么办呀？嗯，您说怎么？哎，要不你们买趴票吧？趴这趴票怎么趴法啊？每个坐着的观众，这椅子底下是空的，把所有人从最后一排匍匐前进。都塞进去，趴过去，趴在底下。哎呀，这还不如上拘留所待着去呢。票价1000，趴着也是1000，白糖放生。哦，趴在那儿还有心思吃白糖吗？那当然了，赶紧吧，从最后一排匍匐前进。哎呀呀，趴到前头去，多不容易。你想趴着，他往前走，坐着那不愿意。是，干嘛呢？你这个呼噜呼噜来回过人，火车似的。什么意思？你们这？对，不好意思啊，买的趴票，趴票，跟这儿趴会儿行不行？你趴着，我脚放哪儿啊？没地儿搁了，要不您放我脖子上，真好商量。哎，您先松开，跟您商量个事儿啊，一会儿这个郭年糕郭老板他一出来，您麻烦把脚让开，我喊声好，要叫好。哎呀，来就这样，就这样。要喊声好，哎呀，那行，那行，多得瘾呢，咱先试一回啊！啊，行，你来来，好，哎，踩下去了，又踩上了，嗯，得了，又进来300人，买的，哎呀，趴票，趴票，这刚进去啊，就看那边带着刀过来24位，这是要自己切啊？什么叫自己切呀？带着刀来的，当时过来了，剧场经理吓坏了，哎呀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，我们就得年糕，知道吗？没有年糕，我们就。啊！上！哎呀，知道吗？哎呀，赶紧回！这都死在江米上面，你看见吗？没，我们就我脖子。哎呀，快死吧！快点，怎么办？我一看，这我得出去管管。那对不对？你来这么些人，不管不行。是是是，出来了，怎么回事？这他们非得看戏呀？这他们看判不了就自杀。哎呀，咱还有地儿吗？实在是没有了。抬头一看，有地儿啊！啊，咱剧场里有8个电扇，每个电扇有3个扇叶，3×8=24个扇叶。把这24人都挂上去，这主意都绝了，这都叫吊票。哦，吊票，卖吊票，吊票也得1000。啊，1100，为什么呢？还100块钱绳子钱，卖去，想得周到。把他们都弄进来，算好了，挂上去。啊，刚挂上去就有16位不愿意，为什么呢？这不行啊，不行，坚决不同意。哦，凭什么他一人看着舞台，我们俩看两面墙呢？啊，扇叶方向不一样。这不行，我一琢磨这怎么办呀？啊，想出好主意来，把电扇开去。甭快啊，一档，慢慢来回转悠。嘿，行，开吧。要不是老剧场，还没这设备。嘿，一开，呼噜呼噜来回转。哎呀，我看着高兴。那是啊，300人的剧场进来1100多人啊，多的能耐呀！心里太高兴了。哎，赶紧回后台。准备当天晚上的戏码，要唱戏了，就得唱。那是回到后台啊，一琢磨，头一场啊，哎，头一出是谁？头一出这样吧，叫严兴鹏来吧。哎呦，那是大家，他来吧，唱严派的。本来我不愿意叫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严跟我们没有关系。
你知道吗？你应该找唐派才对了。啊，没有这个啊。其实头一开始说是让张建国来。哎呦，那更好了，你知道吗？西派呀、啊，我一想不行。为什么？这西派西的他不成个，他包不了一块儿去，是吧？好，还是年糕这是吧？这不行。嗯，凑凑合合，严庆鹏来吧。嗯，第二出，反正这戏码是不错。什么戏啊？是二进锅大宝阁。你等会儿吧。哎呀，你等会儿。好，来，站起来，你那是吃完年糕喝凉水了啊？什么玩意儿二进锅大宝阁？怎么着？大宝国二进宫，大宝国二进宫，嗯，这是第二出，这是前面的帽戏，第三出就是您的了，该我了。什么戏？这叫，其实那天我心里特别高兴，啊、那天演出特别好，哎呀，心里哎，等会儿你等会儿，不错，我知道你挺高兴，嗯、唱的什么戏啊？那天嗓子也喝了，我一张嘴，哎呀，当时全场就镇住了。你唱的什么戏？这你需要知道吗？这不废话吗？我听了半天什么戏呀、啊？我知道唱什么戏，不是？哎，我知道，这叫连环套。哦，连环套，这可是京剧的名剧，唱就是那。哦，连环套，连环套。嗯，您说我来谁？连环套，那你得来窦尔敦呐，主角嘛，就是窦尔敦。嗯，先在后台给自己画脸谱。哦，勾脸。哎，画，你看有啊，有那歌唱的，暗脸的窦尔敦，刀与马的假的。外行啊！哦，假的，外行画蓝的，不是这个。我们看戏，这窦尔敦可都是大蓝脸呐、啊。我们这跟他不一样啊、哦，正经专业的啊，我们讲究画三彩。哦，窦尔敦的脸谱都不一样。三彩怎么叫三彩、哎？先把脸分割成三个部分啊、嗯，这一块是白的啊、嗯，这块是黑的，底下还是白的，这不还是年糕吗？这不是啊，还俩红圈呢，那是枣。没意思，少来这套，知道吗？画脸谱吧，啊，正画着呢，嗯，正蒸着呢啊，正蒸着呢。当当当，一敲门、啊，进来一人，大秃脑袋，到后台，辛苦，来人了啊！哎呀，一到后台倒辛苦，你肯定是唱京剧的呀。嘿，这句话多合辙呀，是吗？啊，正说着话，他过来了，啊，哦，您就是郭年糕郭老板啊，来客户了，这是啊，怎么着啊？什么事儿？您好，我叫孟广禄。啊，我叫孟广禄。嚯、哦，这京剧名家呀、啊，这是、啊。这个，我想跟您商量商量，什么事啊？这连环套，这窦尔敦能不能让我演？哦、人家要唱这活儿，凭什么你来这个？问问吧。你也知道哈、啊，我是唱花脸的。嗯，你看您一唱这个，我肯定唱的不如您，我没饭了。我、哦、这孟老板太客气了，有点。让我来这个啊？行吧，你来这个吧。他往那儿一坐，勾脸一看，蓝的、啊、外行。啊啊！不画我们那都外行。那是你这有龙屁，都外行。但是说不来窦尔敦，我来谁呀、啊？那你得唱黄天霸去。太对了，嗯，我就唱这个黄天的爸爸。你是唱谁爸爸？黄天霸爸。对，人这名字叫黄天霸，名字就叫黄天霸。对了，来这个黄天霸，当然就得换颜色了啊。这是黄色的，然后黑的，然后还是黄的。啊，黄米年糕啊，都行，确实是吧？打扮好了，准备出场唱戏。前两场都过去了，嗯，该到我了。当天那个状态特别的好，是一挑帘一出去，哎呀，观众看着炸了锅了。哎呀，炸了锅了啊！那是水少，看着高兴。那词儿叫炸了窝了啊，都炸了窝了啊，也特别的高兴。尤其那天嗓子也好，痛快啊，特别痛快，跟打了开塞露似的。嗯痛快极了！别说了，知道吗？痛快极了，知道吗？哎呀，觉得您太单纯了，知道吗？一张嘴，唱什么来着？啊，有一段唱啊，就唱，保镖路过马栏杆，就这句，哎呀，大伙儿都镇住了啊！一张嘴，保镖路过马栏杆。